假模仿。再看，再看，再看，我找一下这首歌。好，水晶吊灯，然后再讲一个非常糜烂的生活。OK， 很难得会遇到那个就是写得很完整的那个。等一下，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找到宝藏，我们赶快来。思雅，这首歌是哪一桌的朋友点的？思雅，又是你们的、啊，很容易中的哈。看起来我有唱过、這個，所以你们是猜好猜用猜的吗？反正你们随便猜，我随便唱。好好 ，OK 啦 ，OK 啦，嗯，好了，大家这首水晶吊灯，破音就算了哈，掌声鼓励。谢谢。